台北市公共卫生署工会今日成立，是全亚洲也是全台湾头一个公卫署工会。行政院长陈建仁用影片致辞的时阵就讲到，所以公卫署会使救真济人。新冠疫情侵袭全球，公共卫生开始受到重视。台湾在2020年三度通过公共卫生司法，也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公共卫生司法的国家。好，公卫署不过在是国家医疗纳入中失落一块，而且根据这样法规，未来若是搁在逐步突发的紧急状况，也是重大公卫事件，政府应指定公卫署接受定调，来保持维护个人的健康。在疫情期间，公共卫生室就可以帮忙政府做疫情的调查、疫情的分析，甚至可以协助民众在有关于他一旦罹病的时候做有关的健康卫教。伊台北市公卫署工会也伫初三正式来成立，是即阵全台唯一的公卫署工会。未来注重伫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、疾病的调查甲防治、民众健康状态调查甲健康的促进、食品安全风险调查这规划以及推动等，关键时刻来提供政府公共卫生的建议甲对策。台湾公共卫生之父陈光北教授曾经这样说：“当一个医生一个一个救。”太慢了，不如做公共卫生，可以救很多人。公卫署工会指出，每年考证合格公卫署大约100人，两年来总计有197名合格公卫署。除了伫卫福部组织内扮演重要角色，另外伫环境部、地方政府甚至私人企业等，也拢会协助环境卫生的防治，也佮疫病的调查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